下子变成了没爸没妈的孩子了，我在这个世上唯一的依靠都没有了，我心里好害怕。你给我站那！怎么了，苏浪？谁让你抱这么多东西的？我自己抱的呀，怎么了？我来帮你抱。不用，你吓我一跳。我这不在你家呢吗？有这种体力活你不让我干，你自己干啊？哎呦，没事儿，我这么多年不都这么过来的吗？没事的。那也不行，我以后让你都习惯有我在你身边替你干活，以后这种体力活你都交给我干吗？行了，好了，知道了。哎，你抱这么多柴火干什么呀？烧炕啊。我替你烧，来。你还会烧炕啊？这烧炕谁不会呀？你也太小看我了。来，我来。那行，那你来。其实我知道这一世缘分尽了，遗憾心里还藏着几句话，明知道不能陪你去走完一生，这些情话。哎，苏浪啊，别烧这么多，你这是要蒸馒头呀？这你烧这么多晚上烫的咋睡啊？我这不是不懂吗？来来来，还是我来吧。来吧，你来。哎，妈，小倩啊，哎，妈一直说想你了，想让你回来了。我也想你了。哎，其实有一件事，妈都不知道咋开口呀。有啥事儿你就说嘛，有啥不好意思的？你知道妈那亲日子一定吗？知道啊，那不是咱好久都没联系了吗？其实妈一直瞒着你，哎，我们私底下也有联系的。你看，小心呀，妈这身体不好，最好谁拖累谁。哎，妈呀，想拖累你爹，但是这一段时间妈这身体也好多了，你爹也一直打电话想着我到他那边。这一段时间，妈，你怎么能这样子呢？哎，也怪妈自私，哎，也不该这样。但是哎，也就是说你爹要现在嫁到安康了，你要现在一直也跟我打电话说是让我过去这一段时间，但是现在这身体也好多了，我想再跟他住一段时间，也不想拖累你，难做我啊，也哎，那比较生气，也想说把你爹拖累，哎，实在是对不起我啊。妈，你怎么能这个样子呢？阿姨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小倩呢？你这么说她得多伤心啊！我出去看看她。也怪我太自私了。在心碎中认清遗憾。小倩，小倩，你快起来，快起来，还下雨呢，你怎么跑出来了？我没事。苏浪，我真觉得我有点受不了了。你知道我现在心里有多难受吗？白发人依然这么多年我一直细心照顾他，我以为我真心待他，他一定会真心待我的，我把他当亲妈一样对待。我觉得他是我世界上除了孩子之外唯一的亲人了，他一定对我是真心的。我爸走了，他就是我唯一的依靠。我没想到这么多年我一直被他蒙在鼓里，原来他是不愿意拖累他亲生女儿，他选择跟我在一块生活。我觉得我很可笑，你知道吗？难道人都这么自私吗？好了，小倩，别哭了，你这不是还有我吗？你别难过了。我借着孤独唱月，无人能懂的音乐。小倩，你别难过了，
和青春终结。这种事儿我不知道该怎么劝你。你知道吗，苏朗？我觉得我一下子变成了没爸没妈的孩子了，我在这个世上唯一的依靠都没有了，我心里很害怕。你胡说什么呢，小倩？你现在不是有我了吗？好了，你别难过了，你相信我，我一定会照顾好你的。叔叔走以后，只要有我在，我就是这个世界上你唯一的依靠，也是你最大的依靠。我借着孤独唱月，无人问津的音乐，写下一生所爱和悲欢离。